下一轮对答入流，价值100分。挑战者贾玲和涛姐正面刚。天哪，好，来，你们两个人交替说东坡肉这三个字，谁念错谁就输。东坡肉，东坡肉，东坡肉，东坡肉。什么？我就说坡肉啊。你先说东坡肉。东肉坡，你要说坡肉东。哎，我家贾玲姐赢，我这练了几轮，没有一轮赢过我。我也不行。不是，他俩比谁吃东坡肉快吗？哦，我有规律了。什么规律啊？就是你第一个喊的永远叫东肉坡，东肉坡，东肉坡。不是，没有这个规律。不是吗？不然的话玩一辈子。你放心，你去东肉坡，你去试一下。他就是一会儿东一会儿，就是换来换去的。对，没有规律。选择一下，100分啊，想好。东呀，涛涛，坡肉，东坡。涛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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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试完以后你还强一点。好，来。涛姐先来。好，再阿姨，东坡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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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东坡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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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肉肉。哎，错了，涛姐错了，我错了。哎呀，We are the champions。我们兄妹，我终于赢了一次。他是相声底子呀。他这个很厉害，相声底子，你压谁赢了，腾哥？我压。你有情压是吗？你这是。腾哥要不还改一改呢？你们俩内部，我应该整不过他。来吧来。不，他不配，他只配他只配和刘涛来。也行也行也行。啊，跟小冉，跟小冉，跟小冉。小冉来。小冉姐，我刚试过了，很好。对。东坡肉，东坡肉，东坡。棋逢对手来，如果你连我都赢不了 ，OK， 那是不可能的。不，你先来，你先来吗？对，你先来。来，三二一，东坡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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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东。